好，我是真人社记者邢冲，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的全运媒体村。媒体村可以说是报道全运会的记者的临时之家。那本届全运会又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举行的首个重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那么这次的媒体村在疫情防控方面有哪些举措，又是如何体现举办地陕西当地特色呢？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我现在呢是在园区的摆渡车上，整个园区呢有5辆摆渡车，运行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半一直到晚上的12点，可以说是非常方便记者们出行，尤其是携带一些大型的采访设备的。我们刚才也问了一下摆渡车的小哥，然后他说整个下来大约是有10来分钟的样子，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园区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我现在是在园区内的核酸检测点，根据组委会的防疫规定呢，报道全运会的媒体记者需要每隔48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在我身后的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几乎是从早上的6点一直要忙到晚上的12点，可以说是全天候的为大家服务了。我们全运会的安全运行离不开他们的保驾护航，在这里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点赞和致敬。我现在是在媒体村里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厅，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剪纸、刺绣、黑瓷等不同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皮影戏台。我知道了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世界的皮影看中国，中国的皮影看陕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今天我有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皮影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唱腔的特点就是豪放激昂，但是又不缺那个委婉细腻，把戏曲里边的生旦净丑末人我刻画的淋漓尽致。他的唱腔相当于田园牧歌那一种形式，私人容易接受，随便哼几声都是容易接受的。行，那您跟我们来弹几嗓子。好吧。正在家中奶娃娃，听得门外叫喳喳，双手掰开满脸山，原来是强盗他转回家。可以说呢，严格的防疫措施保证了全运会的安全运行，而当地极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本土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全运会的到来吧。